第一次骑行川藏线的时候，几乎被川藏线的美丽风光感动得想哭，可能身体会特别疲劳，但我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让我是赏心悦目，感觉很享受。西藏是一个就是说很大的地方，每个地方的的确确都不一样，你翻一座山，可能它的你人文和风俗都不太一样。从成都出发，骑行2100公里到布达拉宫，8天川藏赛，就赛事对于一般人来说确实是太虐了。全程爬升大概是26000米左右，不分昼夜吧，反正你就是每天大概有将近20个小时都是在自行车上度过。对于我来说吧，我这个人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哭过吧，但是我骑川藏线那时候2015年就哭过了。确实在那种极端的气候，你再强壮的人在那时候都感觉特别是脆弱。我记得我第一年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，因为当时摔车嘛，然后第一天就一条腿在骑，也看不到其他车手，我就落在后面，当时就特别想家里，想就是说我凭什么就是说离开家里来骑这个比赛。骑车本身就是令人很快乐幸福的一件事，而川藏线又是一条特别美丽的风光大道，所以说我觉得每年骑一次或者是有空都过来骑。现在可能是我骑的是最快，但以后肯定会有来把我的是最快是记录给破掉。我并不怕败，也并不怕别人是比我快。其实我每一次骑行，我最主要的是跟自我相比较，别人快也好慢也好，其实跟我关系并不大，只要我自我能把它做到最好，是我认为啊，就是8天川藏这个赛事的根本意义吧。